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嘅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可以走得更远。OK， 哇，边度起个天起得咁低噶？许个愿先，许个愿啦，好嘢，好嘢。件衫同埋件蛋糕都襯住，快食啦！食咗屙嘅，淨係你食嘅咋，我哋唔食噶。快食啦，屙嘅。好，俾翻。哇！你嗰支蠟燭睇住件衫啊，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切埋落去啦，有人幫你搞噶啦。切到底㗎，可以切到底㗎。好啦，冇切到底啦，得啦。交俾人哋先得噶啦。好啦，Joey， 你幫手啦。粉水浸水鹹粥，黏解除。係，同咗我講嘢先。係啦，再講嘢先。係啦，好。等我一陣先。唔係，你講埋黏完之後，跟住同佢講嘢。等我。跟住行一步，差啲撞，咁就可以喺度走啦。嗱，弟弟，明唔明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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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没想过这么快可以梦想成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去戏院看戏就会在那里幻想啊，如果有朝一日自己在大银幕都可以演一套戏给观众看，那个感觉是怎样呢？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很开心和很感恩的。今次我要饰演的角色呢，就是放浮生的年长版啦，咁啊，我冇记错嘅话，最多嘅对手戏咧，应该就系同阿黄宗泽，即系 Bosco， 系最多一齐嘅场口嘅。咁当时僵尸嘅电视版咧，我系有睇过嘅。我记得我细细个喺公园玩嘅时候咧，我同班 friend 咧系好中意角色扮演，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嘅入边嘅角色嘅。因為我記得咧，當時有一隻殭屍，即係佢隻眼唔同顏色又唔同 level 啊嘛。咁我自己記得咧，有一個殭屍嘅眼咧嘅顏色咧係白色。咁所以咧細細個咧就會成日喺公園度同班朋友一齊喺度反白眼喺度扮殭屍咯。好，係咁多啦 ，thank you。